人为贪财身先丧，王八骗钱命早亡，任国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啃大鸟。有粉丝给我发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说七哥死到监狱里边了啊！这是那位说，浩哥你这定场诗，你这衬言啊，这是对七哥的衬言啊。哎，真的假的呀？我们那个电子宠物七哥那就这么着就给养死了啊？我去查了一下啊，这是来自于英文的一个信息源，说那个中国流亡的前亿万富翁郭文贵啊，突然发现死在了他的牢房里边，狱方警方呢说他的死因可疑。真的假的呀？待会儿给大家揭开谜底啊，咱们先看看，因为是周末嘛，啊，七哥的这个死讯只有到周一他上庭的时候我们才能证实，如果他不出庭了那就是真死了呗。啊，这个喜国痛失开国的总统啊，我们伪泪痛失一个喜剧大家，单口相声名家，是吧？这是整个人类的损失啊，这是。先看看蚂蚁帮在干嘛啊。蚂蚁帮没什么消息，蚂蚁帮还是依旧在狡辩，说要驳回啊检方的要求。是吧，检方不是找了一个什么那个郭文贵的一个所谓的反共专家，他说这个鸡蹄味的估值没问题啊，就值那么多钱啊，是吧？然后呢这个检方说要驳回那个证人的证词。为什么要驳回呢？啊，是说萨拉卡，他说萨拉卡投到那个就是那个海尔巴斯那儿，凯尔巴斯那儿的那个赔了的1亿美金，做空港币的1亿美金，是出售萨拉卡的子公司的股权所得，不是欺诈啊，不是欺诈啊，就是鸡蹄味嘛，鸡蹄味的股权所得不是欺诈款啊，说这个正在跟法庭掰扯这个事儿。这个他们呢就是连郭文贵的律师都是法盲。嗯，现在说的是你出售股权是违法的，明白吗？你这个鸡蹄味的私募本来就违法，就是个非法集资的骗局啊，而不是在跟你在这个确定你这笔钱是干嘛的。就是一群法盲，大伙明白了吗？啊，我这是从没有见过如此水平之低的所谓的美国的律师啊。我记忆犹新呐，我从小的时候强烈刺激了我的自尊的，也是我恨共产党的根本的原因。我们那块有一个这个班主任，骂骂唧唧的啊，镇长的孩子你也敢打？你爹上干什么吃的？你爹不就是一个东北的被下了岗的工人吗？现在叫吉林镍业公司，过去叫红旗岭镍矿。我这是地道的，我父亲带的，我算是北京二代。我最不，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咱们幸亏有咱们的金剪刀 CBL 是吧？龟孙儿，你刚才说你爹是东北的下岗工人，回头你就北京的红二代了。嗯，说其实龟孙儿这说话是那个驴唇不对马嘴呀、啊，他就连他嘴里的标点符号你都不能信。恨的事情就分这种阶级，我们草根啊，爹亲娘亲，约翰这个五毛你们都不管，你干啥子？如果下回再发生这样，你立马打包走人。你嫂子做这个苋菜扣肉，绝了！我告诉大家，这回你们可真是。把血糖要控制住，要不然太兴奋，叭一个好消息，很多人是真你们要做的中南海那坑的蚂蚁。我今天我不敢直播，因为我有点搂不住啊。我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我把我心情弄得不好点的时候，我再直播。我们七矿接到了配额的事儿，真的是一个都难求。现在要投入的，最起码得过100亿美元之多，都是有钱人的，真的是很伟大。放弃要这个额度，七哥，我们在市场上买，或者到明年贵了再买，把这个留给战友。让七哥更加是感动流泪多次之后感触太深了。
很简单，七哥这是一句话，你七哥跟世界最有钱的国王是哥们儿，但是我找了机构投资者进来以后，还有你们的机会吗？投资机构的大佬今天给了我这个准确答案，我想把 GTV 经过严格审查的变成初始股东，1300个椅子的钱全部退掉，即把美国 GTV 和 Saraka 给它关了，关掉没了，移到 BVI 或者开曼群岛公司，重新注册，1块钱一股不变，原来估值20亿不变。这是机会，这个机会只属于占有的，你们永远不可能再有机会参与到像 GTV 这样的事情，赔了是我的。我们家族里现在控制的股票，在日本、在台湾、在欧洲国家，随便一个股票都是几亿、几十亿美元。马云呢？那算个屁呀！你算个鸟啊！苋菜扣肉，绝了！这都是蚂蚁们的血肉啊！有多少蚂蚁被龟孙坑的是倾家荡产啊，醒悟了以后是多么可以说是痛的领悟啊，甚至是连这些年轻人都让龟孙给坑惨啊。你看这位吧，啊，这位还是个二次元的这个年轻人，说给郭文贵献上心爱的鬼灭之刃断刀村篇，还是个二次元，这次是真的结束了。卑鄙的家伙，恶鬼，给我用你的生命来赎罪吧，你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我觉得他都创作漫画了都啊，这是七龙珠吗？你看看吧，这哎呀，这郭文贵呀，这做了大孽了呀，这把这二次元的年轻人都给坑惨了呀。今天当我们把 HPay 还有喜交所的网站打开，包括展示我们的喜币的交易的实际的这个录屏的这个证据展示给大家看的时候，陪审团非常非常热闹，然后七哥跟陪审团之间都有眼神和这个表情的互动。这三寸钉古树皮武大郎搓地雷，这还跟那吹牛呢，这喜交所你们他妈的演示完了以后就关门了呀，就关了啊，合着是为了演示把那个出金的功能打开，回头又把它关上了，维护完了又关上了。你这是觉得陪审团都是大傻子吗？你觉得美国的法官都是大傻子吗？是谁要觉得美国的法官傻，那就在监狱里边啃一辈子大屌啊。好吧，咱们就看这个，我不说了吗？郝海东来夺权了呀，是吧？郝海东来夺权了。郝海东、叶昭颖现在在干嘛呀？在组织蚂蚁帮的反对力量，这准备接管长岛进监狱之后的这个蚂蚁帮呢？啊，这不叶昭颖这不是跟联盟对着干吗？啊，这就要另立中央了，你看。这叶昭颖这是联系的谁呀？我给大伙揭秘啊，因为我作为喜国的太傅和蚂蚁帮的这个动物研究专家，是吧？我是最了解这群傻缺的。叶昭颖和这个郝海东来联系的是谁？是那个郭文贵长岛的这个对头，就是长岛的另一派，有谁呀？这里边有石头帮啊，就是喜国乐师唐平和他那个小姘头威廉王，还包括谁呀？包括那个 Q 妹啊， Q 妹帮，还有谁呀？还有泰山 HP 帮，这些这都是这个长岛的反对力量。现在郝海东到了纽约，一次没跟长岛见过，你按说副总统来了，那你得去直播一下吧，啊，到总部联盟跟长岛直播一下，没有，他是来准备政变的啊。长岛心里边也明白，看见了吗？叶昭颖转发了 HP 帮、泰山啊、Q 妹又出来，哎，刷存在感，你看还推销这破衣服呢，他们现在已经是组成了反对党啊，反抗军。下一步长岛一进监狱
就接管了啊。你看这 Q 妹还说着还推销着破衣服呢啊，75%的折扣以后还293欧元呢，就这破玩意儿，75%的折扣啊，293，简直是把这帮蚂蚁们当他娘的大傻子呀啊。还有人呢去塞浦路斯说要是举报郭强，因为郭强呢花钱买了一个塞浦路斯的所谓的黄金护照，那时候便宜啊，有人去塞浦路斯要举报郭强的护照去。好家伙，好吧，如果是郭文贵到周一上不了庭，真的是死在监狱里边了，那我们觉得那绝对是一大憾事啊。这是华人千百年来出这么一个单口相声艺术家啊，这就没了吗？1983年的时候我13岁，我进了玉米地，开了处。七哥把我们从最底层一下带到了最高层，就是想念，特别想念。我他妈太爽了，今天这些年您经历了什么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别说亲爹都为了利益能卖卖儿子，可以为了房子可以把老婆卖了。余力跟我上过3次床了，余力告诉过你吗？好，我不哭，我们现在化悲痛为动力。最好你现在死了，你知道吗？你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只能化悲痛为动力。你马上自杀，啥意思？1983年大逮捕，人生七哥第一次被关到了看守所，第二进了玉米地开了处，第三我那年还开了在深县山东古城包子铺，第四那一年买了大幸福牌摩托车，第五在广州深圳小沙滩，也就是同一年七哥成了就是倒爷当中给北方号称七爷，然后还到了俄罗斯贩卖拉达汽车。你想想那一年我干了多少事儿？七哥12、13岁个小孩子，当我还是小孩子，啥意思？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那是有意思的。当我渐渐的长大，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年纪，战友们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白素贞。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哭泣，啥意思？七哥1970年出生，护照上68年出生，属狗的。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特别想念，就是想念。这应该是苏有朋和白蛇被黑的最狠的一次。感谢咱们的金剪刀 C 边上啊。哎呀，七哥要真的是死在监狱里边，哎呀，那这个我们的剪辑大师以后少了好多的流芳千古的作品呐、啊，太可惜了。你比如说你说了半天七哥死到监狱里边，这个信息源说的是真的假的呀？后来啊，这个信息源，你别人问他啊，说你这来源，你这消息的来源在哪儿啊？他贴出这么一幅图来，啊，说我造的啊，这个信息来源是我自己造的。哦哦，原来啊，这也是一行为艺术啊，这是。在这个开龟孙的玩笑，是不是啊？也可能这人被龟孙骗了钱了啊，恨他，希望七哥跟监狱里边啊。不过我的这个定场诗那是美国监狱啃大屌，我没说龟孙啊，是吧？那个那怎么着也得等200年吧啊，是不是？我们不是有200年之约吗？是吧？等我们。到200年以后我们都在啊，我们去欢这个就叫什么呀，叫这个迎接龟孙的出狱啊，他变成盒了，那时候是吧，我们去迎接他去。两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